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麻辣土豆片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土豆的淀粉一定要清洗干净，这样口感才会更加的爽脆。我觉得爱吃的菜要吃到腻，喜欢的人要一直在一起。辣椒的多少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，油滋一下激发出香气，最后来点香菜，淋上酱料，鲜香麻辣爽脆的土豆片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